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ky。我们现在在 Lake Macquarie。朋友去放蟹笼，我们来这个海滩看看，看这有没有可以钓鱼的地方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所以很多人在玩水。已经三月多了，天气还是这么热，今天30几度。前几天都到40度了，很可怕。可以带过来，有些海滩是可以带狗，有些海滩是不能带狗的。这里好像不能钓鱼。这个人手上拿着鱼叉在叉鱼，这两个小孩好可爱。水超清澈的，都是这样从小然后就带来钓鱼。钓鱼的地方就有这个牌子，告诉你说每一种鱼是什么尺寸，可以带走多少个。鲍鱼要11.7公分，然后只能带两个。海胆没有尺寸，一次是10个。钓上鱼就是在这里处理，处理完带回家，所以还有可以等。是这样放船的，直接开车，然后倒车，把它放下去。像这样接完之后就像这样，然后再把车子开去旁边停。那之后就要下来解开，这应该就是要拉上岸了，上船再拉。哇，你看，超级多鱼的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鱼全部都是小鱼，水好清澈，全部都是鱼。来看看钓到了什么，居然钓到了呢，是什么？哎，可是不及格。哦，钓到了呢。有吗？25还30现在。你有带尺吗？钓了1个小时的一只，踩着它吧。我们来看看几公分。哎，好像加尾巴很长。27公分，有几个？小的鱼，点点。
看过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人把他的这个连绳子一起丢出去了，现在要把它勾回来，不会断掉好吧？来帮一他，帮一下忙。他回来了。是从这里，我们刚刚去拍的那个地方。好多人在玩水上摩托车哦。那后面那些也都是。这个准备要出发。快下来了，好多。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就是坐上去飞机跳下去的那一刻比较紧张，跳完之后就很舒服，就是看景色，非常推荐。这里刚好有一个跳伞的基地，来了最后一个。安全抵达。Trying to think, but I can't when you're looking at me. Racking my brain for.我今年比较早来，大概是第一、第二周就来了，很接得慢，棵树都是，我这些还没开，好厉害！哇，这个非常适合，所以来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下手套。这里他们会提供桶子跟夹子。可以穿雨鞋，戴手套，戴很厚很厚的手套比较好，不然戴布手套也是会吃进去。大颗哦，先来这边先大颗，我上次后面捡的都小颗的，这三颗应该都是大颗。好吧，拿下来，没有，因为旁边的没手，摘到它。哦，这个应该蛮大的，大。这样，不过他们说还没好，还要可能再一两周。
像你自己已经烂掉了。10块钱一共只问了12块，但我拿还没好。刚刚去采完栗子，现在露天煮火锅，露天火锅。那个小当家，可是我早上做的饭团，哎，不是，是昨天做的饭团。变茶泡饭、泡菜、泡饭。来了，我要搓了。好，试试看。等一下，准备来烤栗子。这是超大颗的，所以推荐大家，差不多季节一开始就可以去了，才不会到最后就是比较小颗。可是每一个都很大，然后又饱满又厚实。选栗子要选硬的，不要选软的。等一下先水煮几分钟之后，然后拿去气炸锅烤。